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今天呢，我们就委托天天兄弟帮我们导演组的妈妈们带一下他们的孩子，带一下他们的孩子。今天一只狗一个崽子啊，就交给你了。什么？带孩子？今天没有有人叫唤。我不是很喜欢玩这种无聊的东西，我不玩那个，我要玩别的。这个沙包，别玩了吧，玩别的呗。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弄哎。你是拿过冠军吗？这都不知道，这都不知道。猪油还要煮一下。要煮吗？嗯。你做过饭吗？哇！有。怎么了？你的水壶掉了。水壶。你看，我们小苏达都不高兴了。现在我们首要的目的就是去完成勇气之旅，金刚对战霸王龙。我为啥要在这里？我要找妈妈。妈妈。今晚十点，天天兄弟陪你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六一儿童节。是由东鹏特饮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年轻就要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终于来了。Hello。今天要辛苦你了。巴比特，叫一波哥哥。帅啊，巴比特。巴菲特。巴菲特。今天呢，一只狗一个崽子啊，就交给你了啊。哇，这也太小了吧，这摩托车。你才知道吗，要负责任的啊。他已经每天在那里气伤我心爱的小摩托。你先找一下崽子在哪吧，他已经嗖嗖的躲起来了。哇，卷卷，他在哪儿？哎，在哪儿呢？卷卷，窗帘后面是不是？是不是窗帘后面？哎，找到了。Hello。 叮叮叮叮。
怎么啦？都怪你，都怪我啊？为什么？你们是怎么没有声音就扫荡？你应该躲在这里啊！他第一个就进了这个房间。妈妈等会要走了，你就跟一波哥在这玩一天好不好？如果他出汗了的话，你就要跟他换衣服。衣服都放在这里了啊，就是大概半个小时的时候就叮嘱他喝水。饭怎么？饭，你就搞面食好了啦。不会做。不会做，你就看着办吧。嗯。怎么办嘛？怎么办嘛？猪油拌面嘛。怎么料？怎么放呢？嗯。怎么放？手放啊。哦，各放多少呢？随你好吗？还有狗狗还没有遛的，来不及遛的，遛它牵绳子，捡粑粑的袋子在这里。好，我走啦，一博老师。六一儿童节快要到了，天天兄弟们为导演组准备了一个特别惊喜，让他们解放双手，放假一天，帮他们带一天的孩子，一起度过一个难忘的六一儿童节。亲爱的天天兄弟们，你们好。哟，有天使说话呢。谢谢各位兄弟们给导演组的爸爸妈妈们准备的儿童节礼物。究竟会带领哪位导演的孩子呢？完了，接下来让我先喝一口年轻就要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的东鹏特饮，再来告诉你们吧。那我们就先看看韩哥和赫赫第一个房间里面究竟是哪些妈妈们迫不及待要把自己孩子丢给你们呢？哪些妈妈们？来吧。哇！哦，女孩啊！我也想要女孩啊！这么多！来来，嗨嗨，宝贝，你到这来，来你坐这个小象好不好？来，宝贝儿。你坐小象，看你能不能够上去。哇哦，了不起！这个是导演组组长啊，我们的谭曼姐，跟了我快20年了。美丽是我应该是看着长大的了吧？从超大字报开始，子琪跟了我们10年了，也是有10年了。子琪最可爱了，我当时当制片人。她和她老公两个人在我对台本的时候悄悄跑到我的面前说，韩哥，我跟曹老板谈恋爱了，可以吗？因为两个人是一个组的，我说这是好事，谈，等于是看着他们谈恋爱，看着他们结婚，看着他们生孩子。团团，我们当时就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来照顾妹妹好不好？好不好？谁赢了就不照顾妹妹，谁赢了就谁不照顾妹妹，谁输了谁照顾妹妹，是吧？你是有多么不想照顾妹妹？接下来第二组宝宝，看娃们出来吧，我来开开我这个神奇的门。哇，双胞胎妹妹，立刚，我们后期的啊。对，你好，真好，你好，这三个都是你的孩子？都是我。好幸福。哎呀，这个我喜欢，这个体型我喜欢，这个体型。花花，花花，朵朵，朵朵哦，朵朵。该我那组了。峰哥，你看我就俩人，你过来吧。你们两个今天跟大张伟这个同台，开不开心？开心。开心。
为什么喜欢他呀？因为他唱的歌很好听。你是大声的。你最喜欢听他哪首歌？阳光彩虹小白马。阳光彩虹小白马，叮当叮当。苏打和小铃铛啊，那你们今天就跟着大张伟哥哥一起玩，好不好？妈妈来了吗？来来来，那个他的妈妈来，妈妈。妈妈小时候是吗？他们可以化妆，我不能化妆。啊？来遮住，怪谁呢？我跟你说了，你这是没有颜美丽有心机。这个鸭子呢，也是十几岁跟颜美丽一起，他从小就叫我叫爸爸。哎，这是您孙，他可以叫我叫嗲嗲。你担不担心交给他们？我不担心，我怕不担心，不担心，不担心。啊！你看大黄车，来坐这里，对，坐这里。我要和你一起播。啊，好，你跟我一起，你坐我身上吧，急死了。在这里。坐不这儿啊，行行，挤着你，嗯。跟他妈妈再见，跟妈妈再见，爸爸拜拜，跟妈妈再见。多玩一点啊，再玩七天。不要回来，不要回来，嗯，师傅快点发车，回来。歌飞，你会唱那个歌吧？相信时间，相聚之间，疫情就会再出现，注定勇气，是眼睛检验，亲爱到你身边，嘎嘎！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要进入游乐园了。天天兄弟和小宝贝们来到了长沙世界之窗游乐园。这一天，天天兄弟将帮导演组的同事们带一天孩子。在感受他们辛苦带娃的同时，也将带领小宝贝们展开友谊之旅。勇气之旅和爱心之旅，大手牵小手，一起出发吧。坐火车去走。走了。我不喜欢初代，因为那个硫酸脸我觉得特别丑。我还没看到他的硫酸脸呢。我最喜欢的就是西卡利亚。西卡利奥特曼的。嗯。因为在光之国幽斯林星球当中，最厉害的就是穿蓝色战袍的西卡利亚他们。奥特胶囊都是他发明的，对。是脱轨了吗？哎呦呵，你还知道脱轨啊？还真没有脱轨呢。下次别做这个了。为什么？耽误事儿，耽误事儿。马上就到了。猴子，恐龙。哇，那个还带船！咦，什么都没见过。我也能不能高端一点？海盗船就说海盗船就完了，还叫，显得特别没有见识。呱呱呱！外国人，俄罗斯的姐姐。啊，哈拉少，那俄罗斯的哈拉少，哈拉少就是俄罗斯话的你好的意思。
你怎么啥都知道啊？那你知道非洲有多少只动物吗？你知道答案吗？13000只。我不想跟你聊天了，你歇会儿。这一上去我会吐的，我玩转的东西都会吐的。转转，我要玩这个。这个小孩子不能玩啊。嗯。我要玩那个打枪，我要玩那个球。你们要玩什么？还是要玩那个热气球，那个转圈的。我走了，一博老师。好的，坐，阿飞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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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boy。玩什么呀，卷卷？带我参观参观你家呗。你跟我进来呗。哎呀，我的睡房。这你的房间啊？嗯，这是你的奖状啊。对啊。哇哦。你想玩什么呀？我陪你玩。陀螺，好，你要哪个？都行，这个我不会啊，怎么办？没事，按这个，我先教你。来，你教我。这样就会加快速度，这样就是放。哦，好。沙包啊？怎么丢啊？我教你，如果打到你身上的话，我就得一分；你接住了，你也算一分。好，我砸你吗？你不要太用力了，我可以躲。可以躲。你也可以躲，随便你，接还是躲。好。哎呀，接住了，一分。嗯，那我有一分会怎么样呢？一分就一分呗。嗯，我要扔了。来，拿到了。哎，又接住了。哼，这我不就接住了吗？扔这么高。哎，接住了。哎，接住了。哎，哎，又接住了。哎，又接住了。我这不是分比较多了。哎，又砸到你了。
知道这个是啥吗？不知道哎。这个叫动物益智鞋。我们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先走。好，石头剪刀布。好，你赢了，你先。那我算了，先吃吧。那我就把它吃掉了。啊，走错了。那这个我可以上，对不对？嗯。吃掉。怎么办呢？输了吧。你知道这个飞镖怎么玩不？我知道呀，我很厉害。哦，赢了。五子棋好不好？输了。输了就输了。哎呀，还有什么玩呢？哎呀呀！他已经每天在那里欣赏我心爱的小摩托。摩托车，哎呀，这个看一下。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弄哎。是你送我的，那你怎么不知道呢？我没骑过这种小的。摩托车还拿过冠军吗？这都不知道，我们那个是电动，是可以直接打火的，这个要自己拉。天哪，可爱的小 baby。 好，传哥，你要不要跳舞？我王哲也，你给个鼓给你，你坐在这里打一打怎么样？那你想怎么玩？我想去玩滑鼠。哇，王伯伯您看，我想玩。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金刚乐园啊？一个星期抱着那个车的就是金刚乐园。滑索有可能你现在还玩不了，我问了一下工作人员，说你太小了，长大才能玩。
几岁才能玩？十岁。那我才七岁，我不能玩。那这个好玩呢、啊，来了。OK, you can try it. You can try it. 特别好玩，这也哇。我想来。啊？你想来是不是？Don't be scared. 啊，这个。你对。Hi. What's your na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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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be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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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Rebecca. Rebecca. Okay, Rebecca.孩子都在玩，你们男孩子都不敢下来呀、啊 okay. What's your name? William. William. 你是 William? Come on, William. 我也是 William. Come on, William. Come on, baby. Do you like music? Come on, baby. Oh, I love it. 你害羞啊？我害羞。女孩子都不害羞，你害什么羞？你们两个男孩子，真的是！你们两个男孩子搞什么鬼？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外国人。你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啊？不告诉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就是不。那我现在告诉你我的英文名字好不好？好。威廉，我的英文名字也叫威廉。威廉的意思也是王德义。对的。石头剪刀布，你输了就告诉我。来，好，石头剪刀布、哦。好，你赢了，你会也不用告诉我。好，再来一次好不好？好。石头剪刀布。好，布布，可以啦，很厉害嘞。又跟你来一局啊！石头剪刀布。哎呀，好上团团。OK。哇，团团真的厉害，真的厉害。好、啊，那你要把你的英文名字告诉叔叔。奥特曼。奥特曼，我就是奥特曼。奥特曼。What's out, man? 欢迎伯伯。哦，谢谢你。哦，谢谢。三叶草。这个表达别人给你的祝福。和幸运。给你这个。哎呀。来，跟他们说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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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早点四叶草给你们的，幸运会更好。你给的一定三叶草也幸运。你运气好，我这就会运气好。我们两个是一体的，对不对？对。现在我们首要的目的就是去完成勇气之旅。大猩猩，你们怕不怕？不怕。大怕。大猩猩。大猩猩，大猩猩，看到了没有？大猩猩，大猩猩，看到了没有？哎，那是霸王龙。
金刚对战霸王龙。我们到了。对霸王龙对战大猩猩，我看到。对，金刚对战霸王龙。你帮我。好，我们到了。我们把。帮我取开一下。好，我帮你取开啊。我为啥要在这里？我为啥要在这里？我不想要在这里。不想在这里啊？对，扰着我们的。牵着我，牵着我。我不想要在这里，我要找妈妈，我要找妈妈，妈妈，我要找妈妈。他的造型很帅。造型真的是，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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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哎呦，吓我一跳，吓我一跳！孩子们，欢迎来到金刚丛林。接下来呢，你们就将开启你们的勇气之旅了。这一项挑战呢，自从我啊丛林第一勇士之后呢，是没有人能通过。不知道你们能否通过这项残酷的试炼？胆小鬼的话，可是会被吓坏的哦。不要吓他们，他们本来是敢的。哎，花花、朵朵，看到那个没有？ Oh, no. 我们要坐上去，好不好？不怕。很好玩的。对。不行啊。只要我们闯过了这一关，我们可以去找妈妈。对，只要我们闯过了这一关，我们就会有一个勇气勋章了。花花、朵朵有点犹豫，对不对？那前锋叔叔。前锋叔叔先给你们证明一下好不好？前锋叔叔先去挑战一个本游乐园最令人恐惧的项目，来证明给你们看我的勇气好不好？这个上去我会吐。好吧，我来选一个，我来拿地图，你们随便，你们随便点一个，前锋叔叔都会去完成。这个反正看看哪一个，前锋叔叔都会去挑战。这个厕所好吧？厕所不行不行。这个凌霄双塔对不对？对。好，那我们这个就排除。啊凌霄高塔，开什么玩笑？这就不是就是跳楼机嘛！啊！确定选这个？确定选这个了吗？嗯。好，那我们就去云霄双塔。啊，我们上车走。花花朵朵，刚刚你们不敢坐那个金刚，对不对？但是小朋友呢，一定要锻炼勇敢的自己。对，如果勇敢，就很就是感受到自己是很勇敢。对，我们要夺得勇气勋章，必须得完成那个挑战。所以现在前锋叔叔去展示自己的勇敢给你们看。哎，云霄双塔，欢迎前来挑战咱们最刺激惊险的云霄双塔，高度是60米，步行高度呢是56米，这么高啊？对。然后超重感以及失重感呢，是非常的让人感到心惊胆战的。那
那我可以坐吗？不行哦，身高未满1.3米的小朋友是不能乘坐的。来，我来挑战了，看前锋速度，挑战勇气的云霄双塔。龙龙，给我个鼓励，好不好？花花，给我个鼓励，好不好？亲我一下。握着手，好不？握着手，好不？好，握下去。那我去了。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前锋叔叔，加油！前锋叔叔，加油！前锋叔叔。前锋叔叔，先给你们证明一下好不好？这个会跳几下楼啊？就一下吧。啊！啊！几乎连之一都追不上。啊！哇，好高！升得高不高？高。啊啊啊！就这个 feel 倍儿爽！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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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成功。好，那我们现在三个人要不要去挑战金刚？我不想挑战金刚，我不想挑战金刚。你别闹，你说要，来，让我们三个人是不是要去挑战金刚，赢得勇气勋章？好吧。好，走。所以我挑战成功了，对不对？我来解，你们不能解啊。好了，来，从我这边下，从我这边下。我抱我下来吗？我抱我下来吗？我不敢。好，来，妹妹来。好，下来。哎，没有我说话不能乱走啊，一定要跟着前锋叔叔走。呀，妹妹，你的帽子呢？帽子。捡宝，去捡宝，捡宝。帽子忘了。好，拿到了，可以的。可以了，可以走了，拜拜。戴上帽子。我们往前走吧。来，妹妹，牵着手，牵着手，牵着哥哥的手。来，哥哥，你牵着妹妹啊。飞屋环游记看过吗？看过，这一个爷爷，一个王妃了。有没有觉得你特别像里面那个小孩儿？那你看那个老爷爷呀，那个小孩子多勇敢啊，好勇敢的。对呀、啊，那个金刚有点看起来有点可怕，有点可怕啊。对，但是很。但是我们是不是坐在金刚的上面？你也要抱啊？你也要抱。我不是坐金刚，是坐金刚那个车我上面的。还好我有个肚子可以撑一撑。我们是坐那个金刚那个手臂上的。对，我们坐在那个车子里面，不是坐在金刚的头上。身上。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啊，龙龙。我们要给姐姐鼓励，姐姐好像不太敢上去，对不对？待会儿我抱着你上去啊！我们要做有勇气的小朋友，好不好？待会儿我的拿剑守对，拿剑保护妹妹。对，有东西要冲上，我直接拿刀，先把它切成两半。
有小飞虫是不是？铁蛋，你结过婚了？你从哪里看出来我结过婚了？这不是戒指吗？这个戒指，这个戒指是我们天天兄弟的戒指，不是结婚戒指啊。天天兄弟都有戒指啊？对，都是这种。啊？对。你看我的爸爸是天天家仆啊。嗯，也是。你们知道什么叫爱心吗？就是友谊。友谊健康的，就友谊是不是？友谊公主。友谊公主就是子月。怎么了？不知道，等会儿啊。什么东西掉了？你的水壶掉了。你的水壶掉了。我们等一下，司机停一下。我们的水壶被压了。走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水壶。嗯，肯定会怪我的，我来找水壶。啊！看到没有？水漏出来了，而且盖子坏了。水壶。不是，这个水壶跟你有没有感情？你用过一阵吗？你看你都不开心了，对不对？你看我们小苏达都不高兴了。小苏达怎么了？没事，我给你买个新的，好不好？没有。没有。你买不到的。我买不到了哈。可以修好。嗯，那孩子呢？来，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这是泡泡棒是不是？试一下啊，陀螺。当当当当当当。我们去等它打开。哈哈哈哈哈！这样玩的。跟着我，左手画条龙，右手画彩虹。哇！哇！这炮这么大哇！哇！左手画条龙，右手画泡泡。你的七彩的世界就要出现了。我八宝，八宝。哦，都飞了，吹力炮，吹力炮。短路，好可爱呀！孔雀，哇，鹅，哦，大鹅，我有吃的，看看，哎呀，你看他们，我们来喂你们吃的了，鹅，大鹅。鹅，哎，吃不吃？鹅，给你，哎呦喂！哇，好厉害！挡住它，我们来挡住这只鹅，挡住这只鹅。你在这边，我在这边。走了。是你吃的，你吃点东西吧，你吃点东西。这个鹅现在跟我们不熟，对吧？它是大雁。它是大雁啊。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它叫鹅苗。哎，它在我们这里已经活了十多年了。跟你说馋了。它怎么这么狠呀、啊？我。哇，你看，这只狗真的脱起裆来了。它在向你开屏。哦，我们开双屏了，哎呦，还走起来了，哇、哦，好美！是不是油太少了？简娟，你知道有机油吗？我只有吃的精油。我有一点饿了耶。饿了？嗯。等我给你做饭吃。啊。简娟，你知道怎么做饭吗？啊？你会做饭吗？猪肉拌粉难一点，炒面简单一点。我不会炒面的。猪油拌面应该是，是这个吧？先试试看呗。我要先烧水，对不对？好。你做过饭吗？你做过饭吗？我没做过饭呢。你第一次做、啊？嗯，害怕吗？可以下了吧，应该。筷子在哪？筷子在这里面。你应该不用这样，它就不会坨在一起了。嗯。没事，没事。面应该熟了吧？应该熟了吧？呀呼！先把面盛出来。还要煮一下，然后再放在里面。要煮吗？嗯。猪油还要煮一下，然后再放在里面。要煮吗？嗯。你妈妈说不用煮啊。好像是要煮啊。她说不用煮啊。2000 years later。嗯。不用煮。要煮。你先按我的这个方法试一下吧。放水里面煮。不用在水里，就放在里面就煮。放在里面煮吗？不要太大一坨，就是这个样子就行了。如果失败了没事，下次就改正，下次就改正。可以了。然后再倒到这里面吧。再放一点生抽，放一点点酱油，应该就好了吧？我感觉盐有点少。倒进去。嗯，倒进去。
你家里有蒜吗？蒜。嗯。你吃蒜？对呀。嗯。没有。吃点咸菜吧。我想尝一口看看。怎么样？好吃吗？嗯，好吃啊。给你评。嗯，好吃啊。给你评。换衣服吧，珍珍。哎呀呀！裤子要换吗？好了。巴斯特，巴菲特，巴什么特？巴菲特。看啥呢？田径锦标赛。这是跑步的吗？嗯。好快啊，这个人。他们这是长跑，800米。你平时跟妈妈在家里都干嘛呀？哎，健身啊。还干嘛呀？吃减肥的东西，吃减肥的东西。你跟你妈妈吃减肥的东西？我不吃。啊，你妈妈吃。哇，他速度好快呀、啊！嗯。哇，他97年。你是几年出生的？我是97年。97年。嗯。97年。2097年。1997年。1997年。接下来是来自瑞典的选手洛克尼尔森，他是98年出生的小门将。98年出生的，比你还早哎。比我小。我说比你还早。比我早什么？出生呢？97年，我比他大。他98年比我小，他比你小。嗯，那他几岁？21。21。我们再试一下摩托车吧。你找到油吗？没有啊。嗯。你找到油吗？嗯。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这里是不到500。
不行啊，不行啊。开开。天天向上首席合作伙伴 Rimi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哈哈，好棒！哎呀，嗨嗨，你是我们这一组之光啊！哎，好棒啊！班长，我要过来帮忙。哎呦呦呦呦，没事吧？东鹏特饮，天天向上，待会儿见。东鹏特饮，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东鹏特饮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年轻就要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天天向上首席合作伙伴 Rimi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开开。试一下，不要。这不是你想骑的吗？我还没学会单车就骑了。你先坐上去试试嘛。不要。是不是害怕了？对。男人怎么能害怕呢？来，扶着你，哎，把脚放上去。开心吗？下次你要想去赛道的话，叫我，我可以教你。汪汪伯伯。哎。刚才的外国人他们又会说中国话，我就感觉他们是学的，还是中国人装扮成那样的。他们学的，就算你也会说一两句英语，他们也会说一些中国话是一样的呀，是吧？嗨嗨宝贝，好崽崽。我想去金刚丛林，有人吊脚楼。你们有人想跟我玩咕噜的海盗船过山车吗？我想去金刚丛林，都在那个金刚的地方，就在吊脚楼。金刚丛林，这就是金刚丛林，金刚丛林，金刚的地方。凡哥，你是不是只会说这一句中国话？来，我给你们变魔术，都过来。看好了啊！我把这个手拿了个戒指啊，我把这个手呢打过去，看到没有？哎，戒指到哪个手了？到这只手了。哪只手？指一下。还在这只手，对不对？这个手里面有没有？在这个手没有？
没有吧？在。对，没有。好，哎，打过去没有？打过去没有？嗯。打过去没有？没有。啊？我才去打过去了。过去了。啊？哪去了？嗯。嗯，我可不可以下去去那个地方玩？哎呀，怎么还要到那个地方去玩呢？我的魔术难道对你们没有一点吸引力吗？团团，好，走吧，走喽。哇，非洲人。不是俄罗斯的，走下车看跳舞。我倒有耐心看这种有意思的舞。好棒啊！赶快过去跟他们击个掌。Hello. Give me five. Thank you. Hello.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嗨嗨，你要不要跟他们学一下舞蹈动作？嗨嗨，很会跳舞的，公主都会跳舞。来，姐姐教你啊，来。1, 2, 3, 4, 5, 6, 7。哇，嗨嗨，好棒啊！啊 ，3 years. Oh my god. 5, 6, 7, 8。哎呀，嗨嗨，你是我们这一组之光啊！5, 6, 7, 8。哈哈，好棒！我本组之光 Rebecca。哎，我们是这样。漂亮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这里，有一些俄罗斯的套娃，等一下呢他们会在里面放一样东西，我们眼睛要盯着看，我们要猜一下他们把饮料放在哪个套娃里。喝饮料，喝饮料，我要饮料，我要饮料。现在我这里还有一瓶 Don Pontoin， 我到这时候亲手出 Don Pontoin 坚持住 Just One Chain Gun。 准备了啊，来我们看清楚啊。好，看清楚，盯着他，就那一个，盯着他，盯着他。来猜猜看，在谁手上？猜猜，来，一人说一个答案。第一个。团团认为是第一个。我认为是第三个。你认为第三个？第三。第三个。天鹤，你认为第几个？第一个。我也认为是第一个。猜他。我们少数服从多数。所以本组的答案是东鹏特饮在第一位哥哥手上，请揭晓。3, 2, 1，就是这么厉害。 Yes. Yeah. 我们赢了。 Oh my god. 今天下午带小朋友，所以说累了困了就要什么？喝东鹏特饮。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来，尤尼亚姐姐要给你们颁发勋章。Yes。团块。Yes。大肚子勋章。哇哦！谢谢。哎，跟大家说什么？谢谢。谢谢，辛苦啦。辛苦啦，谢谢。
拜拜。Hello， 奥特曼，给你这个。哎呀，哇，哈哈，好棒！走吧，十六狗，带着滑板下去。往哪边溜啊？滑起来才能拐弯。其实我已经会滑。哇！呦呦呦呦，没事吧？没事。不能那样站啊，那样站危险。要把脚分开站，你看，比如说你前脚先滑嘛，前脚滑完之后把后脚放在板尾，然后把脚横过来，这样安全。先这样竖着站，然后放到前面一点，对，这里，然后往前滑，上脚。哎，对对。来，拉住，来，拉住。站好，横，把身体横过来。后仰啊！哇！走。来。你拿这个。你拿这个。走。我拿着吧。没事。走吧，回去吧。天天向上首席合作伙伴 Rami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哦哦哦！不要看他，不要看他，我来帮你挡住。眼睛都变绿了，对不对？可能变坏了。鹏特饮，天天向上，待会儿见。
东鹏特饮，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东鹏特饮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年轻就要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我们现在要开始做我们的爱心任务了。现在太阳越来越大了，我们的羊驼呢依然在这个太阳底下，还是个活动区，所以我们今天的爱心任务就是给它搭建一个小窝，搭建一个小窝。哪有原料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原料。来，该你了，我帮你拿。往中间放，往中间放，中间放，中间，对。现在小朋友，我们要到羊驼的圈舍里面把它的食物给搬出来。不过我不知道这一把。这个吗？走吧。他喝的水也要搬过去吗？好重啊！好重啊！先把食物吧，等会儿再把这个。哇，你劲好大呀！哇，铃铛可以。食物还没搬完的。看看这个，我能不能把它洗啊？让我来帮忙，去别班。让我来帮忙，去别班。叫大哥好吗？大哥。哎，对了，哎，那就行了，哎。对。对了，对了。说好听的我就过来了。别扎着手，你这会不会扎手？不扎手吧，不扎手哈。走，慢慢的啊，不要摔倒。嗯，对对，好，嗯，来，快到了啊，就这，就这。我一起来。来，一起来，对，你来，来。不对哦，酷，我是个大荷花似的。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能够让你一天都有劲儿，浑身都是劲儿。哇哦！小朋友们，这是我们的羊驼之家，待会儿我们起个名儿好不好？羊驼之家吧。羊驼之家这个名儿太普通了，没有怎么几个的名字。然后他叫铃铛，你叫苏达，你叫达令，正好我姓大。我们叫大琳达羊驼乐园，好听不好听？好。琳达可以吗？琳达可以吗？好吧。我们的琳达羊驼乐园开始了啊！来，琳达羊驼乐园。那我们来涂色。大琳达。我们画羊驼。对，来，我给你画一个。你大哥，我以前是学广告设计的，嗯，我看一下长什么样。好，会了。我先画一个脸，然后他们耳朵是这样的，眼睛特别大，对不对？羊驼的眼睛特别大。好，奥特曼，这是个什么东西？过来。你大哥呀，以前那个学这个广告设计的时候啊，那个学校转业了，后来转美容美发了。
今天小朋友们已经很顺利地完成了我们这个任务，由哥哥给大家颁发一下爱心勋章，希望小朋友以后呢也可以跟今天一样的充满着爱心，充满着欢乐，谢谢开心吗？好，我们去最后一个地点了。好了，出发了。我们今天在家里玩的时候，你们理解的爱心是什么？就有意，有爱。有爱，对不对？然后我们能给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做点什么，能够献出我们的爱心呢？要爱护地球。对呀、啊。要爱护小动物。那不是吗？对。还要爱护小草，也不要去伤害它们，也不要去碰它们，也不要去踩它们，更不要摘它们。你知道的太全了。所以说，那个待会儿见到妈妈的时候，或者见到这个别的小朋友，是不是也要跟他们说，希望他们都能够更加爱我们的地球，爱所有的小动物，对不对？要爱护小动物。那不是吗？看大金刚，别这样，那，红人金刚的人，是不是这里去玩？话说回来，我们要不要玩下那个？还有话说回来这一折啊！我进去了。话说回来，我们要不要玩那个飞艇啊？不喜欢玩那个。你喜不喜欢？不喜欢。那你跟我在一起好不好？好的，我想和你一起。想跟喊爸爸在一起，对不对？对。我也喜欢跟王喊伯伯在一起。我也喜欢跟你在一起，在。画前锋。哦。前锋。跑过去，跑过去，到前锋叔叔那去，快点！龙哥，龙哥在那里，跑过去，跑过去。那是谁？你的老大，孙哥。你的老大，哈哈，我的老大来了。哎呀，怎么样，龙哥？没喘。没喘呐。龙哥玩得开心吗？我没玩呢。你在干嘛嘞？我玩呢。你一直在照顾两个妹妹，对不对？照顾我。那我们一起挑战吗？挑战，来吧，我们就挑战吧。我们坐哪儿啊？坐第一排。金刚要开始了吗？马上开始了。好期待啊！期待吧。抓稳啊，抓稳啊！我们要升起来喽。抓稳啊！哎呦呦呦！不要看，不要看。抓紧，抓紧。把住！动不了了吧？啊，在干嘛？眼睛都变绿了，对不对？肯定变坏了。哦！不要看他，不要看他，我来帮你挡住。我们都是有勇气的小孩子，好不好？结束喽！结束了，结束了，已经结束了。花花，结束了，结束了。好，我来了。抱。来，抱。不害怕啊！来，不害怕，完成挑战了啊！龙龙怎么样？一点都不像人，一点不像人，对不对？对。我们特别有勇气，有勇气完成了这次挑战。没想到你们竟然通过了试炼。通过了，我们通过了。勇气勋章就授予你们了。哎，勇气勋章拿好。哇，真棒！授予你们。好，龙龙一个。还有勇气勋章。耶、yeah, ！我们得到了勇气勋章，对不对？
再见了，孩子们。谢谢。谢谢。我收获了，杨总很开心。男人怎么能害怕呢？来，拉住我。要爱护小动物，还要爱护小草。感受到自己就很勇敢。之前和你一起，我也喜欢跟汪涵伯伯在一起。我也喜欢跟你在一起的。天天向上首席合作伙伴 Rimi 10X 5G 先锋全新超越东鹏特饮，天天向上，待会儿见。东鹏特饮，天天向上，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东鹏特饮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年轻就要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下周日晚十点，天天向上，打开你的美食心愿清单，唤醒沉睡的味蕾。成都冷锅串串，那疫情期间有没有人要去敲门都想吃哦？哦哟，那个电话打得来不泄气。哎呀，这边孙儿，然后你不放，你路马穿一下。这是做啥的？你这是唐山的？唐山的。你不会说，你都别说呀。上海粉红汉堡，我要把我的汉堡做得好吃到前女友的现在男友也会偷偷来吃。这招啊！贵州凯里酸汤鱼加米豆腐，酸汤鱼吃不到等于不到我们贵州凯里。老上海风情餐厅代表，别点的菜中西结合，清炒蟹粉，这就是活着的意义呀！一点都不腻，特别好吃。我天天就在的美食清单，哇来哒！我们家的蛙就是有一种魔性的口味，吃过以后可能就会念念不忘。王牌美食心愿官已就位，赵老师现场给你制作西班牙零号红魔虾。哇，红魔虾好好吃。姐姐好饿团来报道。为什么这么白、啊、真的白了吗？哇，黄眼鬼童怎么吃都不胖、啊、对，在什么时候吃是很有技巧的。那什么时候吃最合适啊？想吃就吃。那不没说吗？小仙厨们申请出列，我们仙厨一百的颜值担当，他现在是吴亦凡跟鹿晗的结合。三个答案当中比较接近的是第一对，最接近最喜欢我要是给王菊对的了。什么？佩服？怎么可能？我要换搭档。感谢我们的冠名商东鹏特饮，年轻就要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来小米商城 APP 搜索王一博，同款买 Redmi 10X 新笔手机赢888元购物红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